OK，今天我们要做那个青色的椰丝昂咕贵，板凳昂咕贵哦。看一下桌子有一些什么东西，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糯米粉，糯米粉，然后有放糖、放油。等一下我会放板凳吃了哈，加水跟板凳搅在一起。然后这边我有放那个马铃薯，我没有买番薯，可以用马铃薯。你没有马铃薯，没有番薯的话，你用水直接这样做也是可以的，然后这边这个是那个昂贵贵的那个鬼的皮了哈，然后这边我放椰丝，有这个白椰丝在商场超级市场就可以买到了哈，一包就是250克啦。然后我这边有椰糖，那个一粒一粒的圆的椰糖，然后我加多一点点白糖，1/4 茶匙的那个盐，然后这个是香蕉叶，我已经剪好了然后涂一点油了。像这些剪好了，涂一点油啊，OK。先拿那个，先炒那个黑糖啊。对。给那个黑糖融化。这个是椰糖。椰糖。古拉马拉干。这是古拉马拉干啊，古拉马拉干。古拉马拉干是椰糖啊。Palm sugar 哦，Palm sugar。丁波月你好，小礼物你好，烧脑。这椰糖你可以加点水哦，50ml 这样啊。加大概50ml 的水，跟那个椰糖油。加50ml 的那个水啊，丁波燕我看到了哦，谢谢你。我看这个。还有30克的白糖。30克白糖，你的那个椰糖多少斤？60，80。80啊，跟30白糖，然后你们可以自己调了，不喜欢甜的就放少一点。不喜欢太甜，你们就不要加这样多了哈，不要加这样多。自己调，挑你们喜欢的。跟它这样炒一炒，还有放那个板凳叶下去哦。板凳叶跟它这样绑起来，你这边几条板凳叶？我放一条而已。一条啊，跟它这样绑，大条的啦。大的一条。听得到很好，听得到很好，然后跟它炒给这个椰糖跟它炒给它融化哦。中火，小妹现在开始中火。OK， 来，现在要做什么？椰丝倒下去。这边椰丝有多少椰丝？我买。这边有一包刚好250啦，就不要本来是可以放少一点，但是我就是一包不要浪费。说你放多少？250。250，本来应该放多少？200。200。但是我不要紧，不要浪费啊。因为一包就是250，你留50，留了也是没有用。大家都。这边加一点。盐一点点就好，不然你要有咸咸的味道不好吃哦。一点点盐啊，放一点点，提味啊。1/4 茶匙不是，因为椰子嘛。要炒多久？就好了，你看，只要试试就可以了，你看。只要没有试试就可以了，你们看。不会试试，你包在柜里面的话会破掉，所以没有试试就可以了。要抓比较干一点啊，没有湿湿，太湿的话，人家柜容易破哦，那个皮。你看看。金玲你好，一组金色的昂咕贵，椰丝昂咕贵哦，很喜欢你们的节目，我新年第一次进来看，跟你们买鲍鱼，就会订了海参，谢谢你哦，塞利妞，有跟我们订海参啊，海参很分好吃了，好好嚼，慢慢来。这个斑斓粒哦，叶子我会给它搅。斑斓粒刚放在那个搅拌机里面哦，斑斓粒这样子。太近了吗？还没有。我放100ml 的水。100ml， 你多少 banana leaf？ 5条。5条啊。看你的 banana leaf 大条小条了哦。我。那你要颜色深一点，你就放多。你先讲，我做小妹超多贵，不贵，妈妈说好吃。感谢小妹，哇，你帮很多人哦，哇，这样多这些食谱，很多人。开心哦，听到你们做的成功。好的，好漂亮。搅拌。这是我们家的 blender 哈，不过现在没有货啊，现在没有货啊，要等哦，现在没有货，所以你们不要 order 先啊。这个 blender 给人家买到没有的，进了很多货，很多家庭都买。我看现在你去不同家庭，你都会看到这个 blender， 这个 hockey blender 哦，把它搅拌了，给它挤出来，给它挤出来，把那个紫青色的汁给它挤出来。OK， small steamer pot 多少？45吗？刚才那个小个的 steam pot， 加那个 steamer 是45块哦，45块。
那个水你看放多少我们100五条叶子、嗯、然后100啊、然后这边是、糯米粉啊 glutinous rice flour 糯米粉多少150我们会写在我们的、page 里面、哦啊、150好等一下我们会写会写啦会写如果你们有番薯或者马铃薯都可以如果没有的话用自己用水就可以了OK, 刚才那个蒸锅98块哦，你是免油啦，新加坡免油。这个你要开一点。啊。OK, 几时来啊？还没有 confirm 呢，还在 blender 啊 ，blender 还没有 confirm， 来了会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马铃薯我要压碎它哦。还没有 confirm 呢，厂商还没有 confirm 那个新的 blender 几时来哦。那新的 blender 是比较新的啦、哦、new version upgraded version、哦、OK 这个是马铃薯哦这边马铃薯有多少啊我放100哦100克的马铃薯这个是蒸好了的马铃薯哦为什么要放一点马铃薯啊不然你就放番薯也可以为什么要放番薯会比较香啊比较香啊、哦、比较香你现在放番薯金瓜都可以啊大家你们要聊天哦你们尽量聊哦可以聊天的你的 glutinous rice 什么 brand 的我的是大象大象牌哦我们的那个那个这个糯米粉啊对这是糯米粉是大象牌的、嗯、大象牌的好你们去 NTUC 行送的买的这个糖我加糖加一点糖在里面来加糖下去15克的糖加一点15克的糖来放下去对我这边要先把它搅拌哦，跟它搅拌一下。这个是糯米粉，然后这个板当，哎，妈咪旁边流出来哦，这是板当的那个汁哈、哦，板当汁掺水的啦哈、哦。今天弄它比较清一点，自然啦、啊，我们没有用富卡乐冰，所以它颜色不很深的哈、哦。对，你们要深的话，你们可以加啦。你们要深，你们可以加，不过我们用天然的那个色素哈、哦，板当，我们没有拿那个富卡乐冰哈。我们放天然的斑斓叶的那个汁给它放下去马铃薯蒸多久啊马铃薯蒸到它软大概蒸软了一下子你去切薄变蒸哦很快的不用10分钟就好你要切薄薄你切薄薄很快的切薄薄然后就跟它搅拌在一起哦那这样搅拌这样子搅拌你们可以聊天哦你们要聊你们尽量聊哦不可以用手啊这个可以用手啦你手都洗了哦用手不用紧了，家里吃，我们没有做来卖嘛，不用紧。然后用手，在家里你们自己洗手哈、哦，洗肥皂。Bruno, come back.然后狗蹦跑出去外面蹦什么？我可跟他这样按一下。我的油加下去。No problem, welcome, Michelle. 然后我慢慢放一点菜油啊，多少菜油这个？我放1汤匙。1汤匙的菜油啊 ，1 tablespoon 哦的菜油，然后刚才这样搅拌一下。加为什么要加一点油啊？做贵都是要加油、啊。都要加油啊。我做本贵也是要加油才贵连熟，而且它贵也不容易裂。不容易裂哦，加了油不容易裂。看这样子跟他搓，现在我们要烫啊，我们要烫那个桂皮，要看怎样烫那个皮的，一点点就好了哈。你们要看怎样烫这个桂的皮的，你们看一看哦。要先量一下哦，要量一下。你们要做到每每精准，要量一下。大概你们不要太，不可以拿太多，太多的上粘手，很难，我们就很难去拿捏哦。OK， 我们现在慢慢看一下啊，看小妹放多少克哈。看一下，大家清空先。弄空，弄zero。放一点点而已哦，这边有35克，不要这样多，放20-30克就很。30克。太多了，等一下很黏啊。那就这样给它丢下去，给它烫哦。这个放进去。哦、小妹煮很快啊，你会不会觉得它很快 ？OK， 好了吗？你看它包起来了哦，大概这个好了，熟了。熟了、就放在这个柜里面。对、你们可以不要加白糖，这个你们自己喜欢。到了 ，Blender 有货会通知吗？会啊，有货会通知。就把这些半生熟跟熟的加在一起。熟跟半生熟的给它加在一起。所以这个熟的你们会不会可以放太多哦？等一下很粘手。不会太多哦，一点点就好了。
加了皮会比较软哦，对呀，比较软哦，对对。texture 比较好吃啊，比较好吃，奶色啊，口感比较好、啊。texture will be better. Cynthia, new, new. 如果不要这样做可以吗？不要也是有啊，但是我的做法是这样的、啊、哈、啊，这个一点点粉粉。那什么粉？这个是糯米粉，刚才糯米粉啊，刚才剩下的糯米粉、啊。可以拿来弄你的手，不然你就觉得会粘 啊。这样子啊，刚才那个糯米粉，你可以拿来放在手，那你弄的时候它就不会粘哦。然后再拿起来这样子跟它搅拌。啊、不客气哦 ，Kelly 哥，啊，这样子你看，这样子刚刚拿起来搓哦，啊，搓，啊搓，啊，你们有问题你们可以问哦，你们可以问，可以讲，可以谈哦，可以自己写在下面留言。我的这个柜的这个比较模比较大哦，所以我一定要放50，看你们的模型大小了、哦、啊，看自己的模型哦，小妹的这个昂这个昂柜的模比较大个哦，你看里面放一点粉啊，那个拍出来，啊、放一点粉。哦，这边。按一下看，放50，放一点粉。Natalie Sim 你好，啊，46啊。Yes， 我们有 we have 笋柜 video 哈 ，you must go and find for 笋柜 in YouTube。我们在 YouTube 的笋柜的那个 views 6000-7000嘛，你们可以去看嘛，就笋柜的。啊，什么贵？你可以去看什么贵 ，OK？ 你多少克啊？50啊，这边有 one gram， 好这样子。把这个椰子。等一下，妈咪，我还没有好。等一下，你很快，你很快。等一下，等一下，你看，我再给人家看模具啊。OK， 1.7 OK， 来。放进去里面。OK， 啊，放进去里面啊。啊。OK， 这样。啊，如果一样可以分量做啊，你可以分着做。啊啊！来给你们看一下，小妹习惯哦，她一路来做都是很快的，啊，不过 video 要慢慢才你们才看得到哦，好、哦，加慢一点。小的模型需要多少克？这个要看你的模具，因为我不知道你的小多小，大多大，你要自己看看，你要自己去 try。小力的也有，有些真的是很小啊，你们要自己要看一下你们的模具多大。OK， 啊，然后再这样看加进去里面。这样子跟它放，然后跟它这样包起来，然后这样子跟它包起来，啊，包起来，然后这样你看，这样子一粒一粒，等一下要用这个模型放进去里面跟它弄，然后这样弄一粒一粒。啊、okay, 你们那个模型要放一点粉哦。怕它粘的话，你放一点粉哦。We are doing hello Lavon Richie。哦，我有法国人在看嘞。轻轻的按。啊，没有法国人在看你的那个在做法国人，好看，去到法国的 video。啊、，We are making Chinese pastry。Okay, Chinese 粿 Chinese cake. Okay, 粗叶啊，可以做芋头红昂菇粿可以啊。Hello, come back. 可以开。来，可以开一下那个锅哈、哦，开锅一下。然后你这个香蕉叶。好，你这样打一下，它就容易出来。看这样，啊，你看，哎，不要进去，先给人家看。啊，你看漂不漂亮？昂菇粿哦，瘦啊，你看这样子放。很大个哦。哇，很大个。OK， 现在盖上去，盖30分钟。嗯，到了是吗？嗯，到了。到了啦。到了没？啊，到了。你看，再煮久一点，要扁下去的。没有了，我还有1分钟。啊，不要了，不要煮太久哦，等下坏掉。OK， 来，我们的昂菇粿做好了哦，切菇粿，本来了要撒一点油啊，要涂一点油在上面。涂一点油啊，涂一点油，为什么要涂油啊？不会干也会比较美啊，不会干，你皮不会裂裂，这样干干这样。放到晚上都不会干干。啊，可以放到晚上都不会干哦，你们看，漂亮吗？海参拿来。哦，没有啦，啊，海参卖完了。没有没有，那个香包我卖掉了。哦，卖掉了，哦，还可以啊，你们要订海参，昨天朋友要订海参的，快点订哦。啊，150克糯米粉可以做7个，对呀、啊，你们自己去打，然后要做多少个？椰丝，斑斓椰丝昂菇粿哦，斑斓椰丝昂菇粿非常好吃。
好看又好吃又成功，用的是菜油啊，菜油然后煮菜油。好了，今天小妹的这个斑斓椰丝昂咕贵大成功，非常漂亮，喜欢的朋友记得帮我们来 OK， 拜拜，再见，拜拜，再见，再见，再见，看这里，拜拜，再见。